其实啊，这个也是很难讲的。像世尊所穿的龙袍，所穿的喇嘛装的身上，叫做身庄严，身体的庄严，身体的庄严。那么，如果我通通都不穿呢？身庄严是什么？头发身庄严，指甲身庄严，也是属于身庄严。皮也是属于身庄严。这个都是属于身庄严。还有舍利子，也叫身庄严，烧出来的舍利子也都叫身庄严。在密教里面的身庄严，包含很多的。